亲爱的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伫信仰内面的勇气。伫信仰内面的勇气真正真重要，因为咱有迄个勇气的时阵，你会发现你敢承认你是一位基督徒。我唔知当咱有这个机会，互人问讲你敢是毋是基督徒的时阵，你会安怎承认？我会记得有一届，我的先生突然间敲电话给我。伊甲我讲，我甲你讲哦，拄只吼，阮公司内面吼，迄气体外泄。阮先生呢，伊的公司内面的气体拢是有毒的迄种，有可能你入去无偌久，你就昏倒。有可能伊迄气体就外泄，隔无偌久伊就会爆炸。总是伫因迄内面的时阵，当气体外泄，因内面有消防队吼，因公司家己组织有迄种亲像消防队共款，但是气体外泄要上去解决。就是工程师，当遐消防队来的时阵，话讲，内面敢有工程师？你敢知所有工程师拢做一件代志，毋是紧走入去内面，是紧走出去外口，无人敢承认伊家己迄阵是工程师。今仔日，如果伫你的生命内面有人问讲，敢有基督徒伫即内面，哪呢？你敢敢举手？如果在公司叫人问讲你敢是基督徒，你会讲出来是我是，还是你伫心内心灵讲我是，还是你厝里唔敢讲？咱知迄个勇气真重要，咱有这个勇气，咱才敢伫这个世代内面讲出上帝爱咱讲的话。咱有这个勇气，咱才敢伫这个黑暗的社会内面，咱敢讲出迄个真理。但是为什么咱有时会唔敢讲？是因为咱在基督徒有时看起感觉比较吃亏，因为有时咱付出真侪疼，但是咱收回来的，敢若毋是安尼。有时阵，咱的头家要要求咱做一件代志的时阵，咱明明就知影迄袂当去做，所以当咱无做的时阵，头家安那误会你，想讲你贫惰，你无爱做。今仔日三十二节的经文，三十三节就甲咱讲，亲像伫咱的性命内面，咱会去拄着艰难，有可能你会去用骂。但是伫三十二节伊安尼讲，恁着爱去照亮以前你所拄着，你互迄个光照着了后，你所发生的代志。迄个光是啥物？就是当你性命所记着以后，你有啥物改变？你信耶稣以后，你有啥物改变？我毋知咱即摆拢安怎看咱的相片，咱即摆有手机，摕较翕翕翕翕翕，拢真方便。然后咱就家己放入去电脑内面，你要看的时阵，你就把档案调出来，然后你就会当看到你过去真侪的相片。啊，毋过你细汉的相片拢放伫倒？拢放伫传统的迄种相簿内面。你偌久无去内面？通常你收起来，拢两三年才会出来一届。还是甚至搁再过十几年，等你大汉的时阵，你要用到的时阵，你才搁摕起来翕。不过，当你看到你古早的相片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感觉？当你伫少年的时候，你为着几块银，你爱捡偌久的闲钱？当你为着迄几块银，你爱去田内面做偌济代志？当你伫学校比赛想要得到第一名的时阵，你偌认真？我相信伫迄阵的翕相的时阵，咱所充满的有可能是压力，有可能是艰苦。不过当你手搁摕着迄张相片的时阵，你咧看，你会感觉安那？感觉真甘甜啊！原来我迄阵哪有遐多捡遐尼久的闲钱？我迄阵哪有遐多做遐尼济的代志？迄个时阵虽然是艰苦，不过当你搁一届去回想的时阵，是充满甘甜。今仔日这段经文提醒咱一个遮尔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嘛爱去回想，当你做基督徒的第一天开始，有偌尔啊侪欢喜的代志，有遐尔侪当互你感谢的代志。诗篇一百零三篇安尼讲，我心神啊，你唔通袂记咧耶和华所有的一切，你着学罗耶和华，唔通袂记咧伊一切的无辜。当咱会当去想，你会发现。在受苦的内面，你也感觉那是快乐。所以诗篇妈咧讲，伊讲我受苦，但是那是最我的理由。
今仔日知影上帝恩惠了，虽然你伫受苦内面，但是你也知影，迄是对你有利的。因为伫受苦的环境内面，你会去成长；伫受苦的内面，你会去超越上帝，你会甲上帝的关系哪来哪好。所以虽然是受苦，但是看开，也是一个真大的恩典。如果咱看几本圣经，所有的人伫圣经内面所做的代志是啥物？真侪人伫圣经内面所做的拢是咧受苦，但是因受苦，所带予咱遮侪鼓励。因受苦却遮尔大见证上帝。当你去看，那伊伫迄个时阵，伊是一个真少的少数，敢若伊咧起船尔，佮伊厝内厝，佮伊厝内人。伊迄个时阵，伊看敢若受真侪苦，因为大人拢甲伊讲：“啊，你来遮讲迄免去啦，迄拢骗人。”不过当伊真正去做了后，洪水真正来啊！伊拯救因扎厝内所有的人。佫有另外一个人，即、這个人就是约瑟。伊伫知影遐内面拢对伊无好，所以伊伫迄内面看起来是少数。啊，毋过迄个少数做一件代志，就是伊拯救因全家的人拢无去互伊咬着。佫来另外一个人，迄、那个人是啥？迄、那个人就是基甸。伊带伊300个兵要去甲人相战的时阵，因手内面的物件，敢若迄个火把，佮一寡看起来真简单的武器，遮尔少的招数，但是因真厉害。另外一个人，咱大人拢真熟吼，即、這个人看起来矮矮也无悬，迄、那个人就是大兵。伊看起来是一定敢若互人手一突就倒落来，啊，毋过伊同款怕呀，就离啊。后来耶稣基督。看开，只有一个，伊嘛是少数，伊嘛受真济苦，但是伊拯救咱所有的人，互咱所有的人得到一个救恩。所以今仔日当你伫咧受苦的时阵，当你伫感觉艰苦的时阵，爱会记得，咱的性命会得到甲失去，伫短短的时间内面，咱是看袂出来。啊，毋过用上帝眼光来看的时阵，你会发现，这一切拢是恩典。所以第二点，咱来知上帝要予咱毋忙，伊要修饰咱即个勇气。33的经文，伊讲着，咱会拄着苦难，咱会去予骂。但是伫即内面有可能更加凄惨的，34讲，有可能恁厝内物件嘛会去予抢去，但是恁拢安那欢喜忍受，因为恁知影有一个更加好的是要予恁。所以今仔日上帝予咱有一个盼望，予咱会当去产生一个真重大的勇气。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，为着是要救赎咱。总是伊所受的苦是真多的，伊为啥物会当安尼做？因为伊疼咱。今仔日你受苦的时阵，你第一个想到的是啥物？乃是我。为啥物是我？但是耶稣基督当伊咧受苦的时阵，伊所想到的。是伊即个苦，是要为着咱所有的人来做。伊要拯救咱，予咱得着去。毋忙耶稣基督会当予咱一个新的眼光，予咱新的想法。当你咧受苦的时阵，你会去想着讲，即、這个世界敢有甲我同款受即种苦的人？啊，是你的身躯边有想法拄啊好甲我受即个苦？那安尼，我是毋是会当用上帝的话去安慰？我是不是会当予我家己个见证，成做伊个同在？咱拢伫路上拢有看过即个标志吼，就是一只鱼仔。当你看到即个标志的时阵，你就知影伊感觉是一家人，因为伊嘛是基督徒。总是即个标志，咱看到伊有几个字吼，伊是用希腊文几个字，然后出伊第一个礼物，甲伊放伫原顶。迄几个字合起来，就是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。因为伊要告白我信上帝，所以讲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。伫即个鱼仔的背后，即、這个故事会当予咱去真侪咱的帮助。即、這个故事是安怎讲？伊讲早期的基督徒，伫当时的罗马世界内面，伊是真辛苦的。所以当时的基督徒，只要因承认因是基督徒，因就大有危险，因为有可能。因会予人掠去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就是伫意大利一个罗马竞技场。我相信咱拢有去过。
但是伊都倒去用撇害，阁真严重。如果伊若去用抓着，伊会互人抓去即内面，然后伊会做啥物代志？用一只狮仔，然后甲伊伫遐相拍。所有毋是基督徒的人，都坐伫原顶看。你若拍赢，你就当出去；，总是你若拍输，安尼你的性命就无去。甚至当时的基督徒，伊有可能会互人绑伫一个天花顶面，然后全用火甲你烧。所以伫黑暗的内面，你全变做照光迄个所在，的一个火把。当时的基督徒是非常辛苦的，所以伊就用这个鱼仔来做一个因的连接。伫真侪考古学家因的研究内面发现，当时的基督徒，伊用这个鱼仔的标志，因会当互相做一个联络。所以因伫因的旅馆，你若看见因的旅馆外面有一只鱼仔，那安尼你就知影迄个头家是基督徒。啊，是讲当因伫一个所在住的时阵，伊会当伫因的房间外口放一只鱼仔。那安尼，迄天如果若有伫遐住的基督徒，伊会当去找伊，伊会当甲伊讲话，伊会当分享伊的信仰。甚至当因去食饭的时阵，伊嘛会讲伊伫因的桌仔顶面放一只鱼仔。那安尼，若去遐食饭的基督徒，伊就会坐去遐，然后伊会当互相分享伊的信仰，甚至伫遐交朋友。这只鱼仔代表的是因的勇敢，是因个别。伊相信上帝伊个信息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今仔日就提到，因是安怎会当忍受遮尼大个辛苦，甚至就亲像因去用掠去迄个竞技场内面，大家人拢咧看因演戏个时阵，因犹原有毋茫是安怎？是因为因知影上帝为因预备一个更较好、更较水个未来伫因个心上。因知影上帝有予因一个真大个盼望，因知影有搁较高长、搁较低、高长低低个也要伫因个心上来成就。所以咱袂当弃丧咱迄个勇敢个心。今仔日你伫即个信仰内面，你敢有即个勇敢？咱知伫咱台湾做基督徒很幸运，因为咱袂去拄着遮个压迫，袂去拄着遮个受苦。但是伫真济所在，因要承认因是基督徒个时阵，伊是真辛苦，有可能伫咱个公司，咱会发生安尼个代志。但是你毋通放下即个勇敢个心，毋望即个勇敢个心拢会当伫咱每一个人个心内。有一句话安尼讲，伊讲即个人若无勇敢个心，伊就啥物拢袂当做。当你有勇敢个心个时阵，迄个惊吓就要离开。今仔日即个勇敢个心会予人为主做见证。今仔日这个勇敢的心会予咱做真济代志，是咱想象袂到的。有可能你感觉我袂使，但是当你有勇敢的心的时阵，你会当做个真好。所以保罗讲一句话，靠着彼个予我开来的，我啥物拢会当做。勇气有一个解说吼，伊就若亲像是心中拍火出来，全身予咱全身的火拢伫个循环。所以这个勇气是伫咱性命内面。占真重要的一部分，就亲像咱心中所送出来的话，对咱的身体同款重要。如果你看教育部因对勇气的解说，就是讲这是一个勇敢的，是一个好胆，是一个肩负责任的。你今仔日是一个勇敢的人吗？咱知勇敢是对上帝来。如果咱甲上帝有真好的连接的时阵，你就有真大的勇气。因为你敢甲上帝求，有一句话讲：你伫患难的时阵，你若退缩，那安尼你的气力就减少。你若哪来哪无爱祈祷的时阵，你着哪来毋知影上帝咧想啥？你着哪来哪容易受这个世界的影响？咱知影有真侪人受世界的影响，伊想讲啥物是勇气？勇气就是做别人毋敢做的代志。别人毋敢跳落去的时阵，虽然真危险，不过我敢，伊嘛是安尼跳落去。别人毋敢闯红灯的时阵，你看，我就敢，然后我就甲伊开过去。别人毋敢坐车的时阵，我想讲我真勇敢，伊也无啥。然后伊就坐车。真爱兄弟姊妹，有时啊，咱爱去提防迄个恶胆，比真正的勇敢，搁较勇敢。
咱知影真侪恐怖分子当因咧攻击的时阵，因迄个恶胆是比迄个勇敢大足侪。所以因敢做真侪，因感觉唔对的代志，确实因感觉迄是对的代志。今仔日咱所爱提防的是，咱心内迄个恶胆有比咱的勇敢较大。迄个恶胆是以错误的价值观带予伊的改变。但是今仔日上帝甲咱讲，你爱有迄个原本伊要收属你的迄个勇敢的心。今仔日你敢有迄个勇敢的心？什么是真正的勇敢？就是行在上帝的真理，然后坚持伫迄个公义，活出信仰的信仰。如果今仔日耶稣基督今仔日会来甲你拢问讲，哎、欸，我要伫恁兜住，住三天，你去想一件代志。在这三天内面，你有啥物改变？你会想讲，未使上帝来啊，所以我爱活甲以前无同款。这三天就是过了性格。这三天内面，你会发生啥物代志？你会甲以前无同款吗？还是甲即马每一天的生活拢无同，拢同款？你会想讲耶稣基督要来啊，啊，应的过程，还是甲过去一切拢同款？今仔日你有活出迄个性格的时？有一个团队，伊去讲道的时阵，伊就坐公车去。然后伊去讲讲道的时阵，伊就伫讲道内面讲一个信息。伊提醒伊所有的会友爱信息。后来这个团队讲道了，伊阁坐公车回去的时阵，伊发现，迄个公车司机奈减收伊十块。这个团队心内哪想？啊，袂紧啊，十块尔，这个司机应该是袂计较。所以就一直徛咧，但是当伊想想想想想，上帝话提醒伊爱诚实，伊就走去甲迄个司机讲：“诶、欸，你减收我十块。”迄个司机安怎回答伊？伊讲：“我早就知啦，你今仔日会知你讲倒时阵，我就坐伫高架骹。”所以伊加走迄十块银是要安怎？试看卖，伊所讲的伊有安尼行出来。今仔日。在你的心中，耶稣所教是你的真理，你有安尼行出来。当你安尼行出来的时阵，你会当显示上帝迄个勇敢有伫你的心内，因为你敢做的是甲这个世代无共款。你所行的是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。再来，什么是勇敢？勇敢是你敢宽容耶稣基督的听。耶稣有十二个门徒。如果咱要伫这内面去找一个上勇敢的门徒，我认为迄个人是彼得。彼得真勇敢，当耶稣基督行远伫海顶面行路的时阵，咱拢啊未想着要看行出去迄个船的时阵，彼得马上脚就撑出去啊，然后伊就行远做耶稣。当耶稣过话的时阵，因来到一个河边，迄阵彼得在抓鱼。伊听到耶稣基督来啊！伊第一个做的是啥物代志？紧穿一领衫，然后跳落去海，为着是要安怎？紧游去河边找耶稣。当耶稣去予人抓的时阵，你若是门徒，你会做啥物代志？紧走，还是你会留伫遐？彼得选择当耶稣去予人受抓迄面，彼得静静跟伫耶稣后边，伊去甲大祭司引导。伊跟耶稣去到大祭司因家，咱知影伫迄个内面有可能所有的人拢是大祭司的人，但是彼得无咧惊，伊敢发跟耶稣去，甚至咱会看得出来，彼得一定是一个真认真跟对耶稣的人，因为伊三界无认耶稣是为虾米？当伊跟耶稣去的时阵，伊去予第一个，伊去予一个女兵拎出来。再来第二个，伊搁行到门口的时阵，伊搁予人认出来。亲爱兄弟姐妹，今仔日伊若无认真跟对耶稣的时阵，人看到伊，袂想讲这个人是跟对耶稣。总是当真人看到伊的时阵，连唔爱伊的人拢知影，这个人就是跟伫耶稣边仔的迄个人。当伊第三摆去予人认出来的时阵，伊虽然无承认耶稣，但是咱知影，伫迄内面人看伊伊真大个勇气。因为彼得走入去迄内面，
当伊在伊内面的时阵，咱知影以前大祭司的厝是四四方方的，当那像是一个正方形。所以伊入去的时阵，伊就亲像是一个猎物入去西亚的厝。但是伊就无咧惊，虽然伊三界无灵耶稣基督。当这个时阵，咱看到经文，伊三界无灵耶稣基督，你安怎想？你有可能会看见彼得，是安那伊那会无灵耶稣？但是如果你若认真看，你就会发现伊是一个认真军队耶稣的人。今仔日彼得是安那敢去迄个所在？因为伊听耶稣基督，因为伊听耶稣基督。今仔日彼得是安那会想起耶稣基督甲伊讲的话？你要三界无灵话？因为彼得有认真在听上耶稣讲话，伊将耶稣的话放伫伊的心内，因为伊听耶稣基督。今仔日彼得去想起来的时阵，伊是安那要走出去外口靠？因为知影伊家己对不起耶稣基督，所以伫伊心内，伊是尊主最大的，伊是一个真勇敢的人。今仔日你敢有将安尼的勇敢放伫你的心？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我伫 TVBS 顶面看到，因的新闻去采访迄个女生吼，伊叫做卓映雪，伊是一位牧师，啊边啊是伊的先生，叫做张宇。因两个伫泰国的台北做一个真好的福音事工，就是咧帮人解毒。这个团队，这个牧师当伊去到迄个所在，伊第一界是去地酸，然后伊看到迄个所在有一个真大需要。上帝也伫迄个所在呼召伊，伫迄个所在继续服侍。过无偌久，伊就甲伊的先生，伊的先生当时是一个食毒，总是伊戒掉啊。要嫁予伊先生，伊心里讲，迄是一个真大的挑战。但是伊得到真侪上帝的应允，所以伊就嫁予伊。然后伊两个伫迄个所在做一个真好的事工，伊伫迄个所在起一间教会，即摆已经有两三百个人伫遐咧住。这个团队当伊要离开台湾去到迄个所在的时阵，迄阵伊阁是团队尔，嘛阁真少嘞。总是伊知影伫迄个所在生活无简单，伊就伫台湾藏一张批。伊讲，如果我伫迄个所在过星期啊，那安尼爱把我的骨灰撒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伊要亲像一粒麦仔落伫土里，伊毋忙迄个所在当结出最最果子。今仔日，咱靠迄个勇敢的心，牺牲家己去为着耶稣基督传福音。最后，咱来挂科学。你感觉真无勇气的时阵，感觉真无气力的时阵，这张相片是每一个人拢惊远迄个十字架。毋忙，你会当惊远迄个十字架来挂科学。经文讲，咱来忍耐，因为佫一点点的时阵。圣经讲，搁听较久，搁一点点的时阵，耶稣基督就要来啊！什么时阵你会感觉时间咧过足紧？是苦痛的时阵，还是欢喜的时阵？你会发现，你欢喜的时阵，时间咧过拢足紧。所以有真侪人拢讲，六日怎么过那么快？拜六礼拜内足紧就过啊！今仔日伫你欢喜的时阵，时间咧过较紧。耶稣基督要教你一个撇步。这个撇步就是，当你在苦痛的时阵，你在烦恼的时阵，那呢，你来挖苦伊。今仔日咱的世界看来，敢那真辛苦，但是主公，我伫要搁来啊！你有可能会埋怨讲，我哪会活伫这个世界？总是主要予你一个欢喜的心，伊要予你有盼望，伊要提醒你讲，你的信心唔通退啊！那呢，你会感觉。时间过了就最后，今年已经伫要过啊！我毋知今年有真侪重担放伫咱的心上无？咱知影迄个重担放伫咱的心上的时阵呢，互咱袂当喘气。总是当你有耶稣来的气力的时阵，那安尼迄日你变做啥？你有气力会当动起来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有重担的时阵，爱会记得。对上帝遐哪受迄个气力，然后你有迄个能力会当爬起来，因为有时迄个重担会底甲你感觉，啊我无遐大啊。爱记咧，上帝要赏赐咱气力，互你有迄个气力
向前行，你有迄个信心，你袂惊吓，咱甘心来祈祷。向我来天父上帝，我来感谢你，因为你今仔日你的父母提醒我，每一个人爱有勇敢的心。主要说，我时常受着这个世代影响，所以我有时我会放下迄个勇敢的心，因为我会惊吓别人是毋是会认出来。我就是一位基督徒，总是主要说，我感谢你，你今仔日你咧甲我讲。我那勇敢心灵，我就是主你的囝，我就是要告别我的信仰，因为我深知无论伫我拄着偌苦痛的代志的时阵，主你拢会是甲我相甲伫的，也要修筑我的灵，予我有彼个气力通好动起来。最后说，愿你的稳定充满伫我每一个人的心中。当我面对着困难的时阵，你的话语就把真做我的帮助。我感谢你修筑今仔日这段经文，真做我的提醒。献上我的感谢，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